Hello， 欢迎来到伟中生活旅行家频道。这次的影片呢，我们要介绍的是七月份日本会出哪些一番赏呢？在这部影片都会告诉大家哦。那我会挑我两个我比较喜欢的一番赏，再一一介绍里面的内容物有哪些。如果喜欢这个主题呢，就帮我在影片的下方帮我按个赞，那别忘了再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你们的订阅就是给我们的鼓励哦。那就开始介绍吧 ，Let's go。第一个是宝可梦珍藏皮卡丘森林系列哦，那这个我个人是蛮喜欢的，所以我会在影片后半段介绍它详细各赏的商品哦。那这个一番赏呢，它发行时间是在日本的7月4号。第二个呢是海贼王的苏醒战争的记忆，那这个一番赏呢，我个人觉得 CP 值蛮高的，所以我也会在影片的后方详细介绍各一番赏的物品有哪些呢。那这个一番赏的发行时间也是在7月4号哦。第三个是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，特恩佩斯特斯利的学约，发行时间是7月4号。第四个是 Love Life Series 9周年，这个一番赏呢，它的形式很特别，分成三种形式抽卷，每个形式都有不同的主题。第一个形式呢是学生服，第二个呢形式呢有点像是唱歌打歌服，第三个形式呢就是泳装的形式咯。每个形式的奖项都还蛮多的，所以我就用影片呢稍微带过，告诉大家有哪些奖项咯。看完丰富的奖品后呢，是不是也想要去抽一下啦？那它发行的时间呢是在7月11号哦。第五个一番赏是奥特曼，那发行时间是在7月11号哦。第六个一番赏是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出号机，那这个一番赏呢，它的 ABCD 赏都是很大尊的公仔哦，那我就放一下他的照片给你们闻香一下吧。看完照片是不是想去抽一下啊？发行时间是在7月15号哟。第七个是剑娘我想在泳池玩系列，那发行时间是在7月17号哟。第八个一番赏呢是 Kiromi Project 团体的系列，所以喜欢很多男性帅哥的们别忘了可以去抽一下吧，它的发行时间是在7月18号哟。第九个是七龙珠崛起的战士一番赏，那它的公仔也都蛮好看的，所以用影片给带过去给你们看一下吧。那它发行的时间是在7月23号。第十个是 Fate Grand Order 水着剑豪七色胜负，发行时间是在7月25号。第十一个是偶像心愿先进化妆品系列哦，发行时间是在7月25号。第十二个是昆虫系列，
那发行时间是在7月30号哦。最后一番赏呢，是由三丽鸥所发行的《梅乐蒂》以及《库洛米》。那它主题设计是以粉色系为主哦，所以喜欢的朋友呢，别忘了错过哦。发行时间是在6月27号，所以到台湾抽的时间也差不多是7月份哦。那我会把几个重要奖项来告诉你们大家。感谢大家用心看完整段影片。本频道是利用养病剩余的时间制作的。至于什么病呢？请点选右上角的连结吧。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分享，别忘了订阅伪装生活旅行家频道哦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。我们会不定期上架新的影片，另外也可以搜寻 FB 加入粉丝团哦。